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每次去韩国旅行都一定会试下他们地道的紫菜包饭噶啦。今天就等我教大家整一个升级的版本——韩国泡菜鸡蛋卷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！咁简单就整到，唔知道味道又系点嘅咧？鸡蛋卷味道香辣野味，而且加入咗芝士咧，味道更加浓郁，非常之适合中意食韩国菜嘅朋友。留喺屋企冇嘢做，不如试下自己亲手整啦！Yoo-hoo！